哦，你一放那个手柄，它就自动刹车了，是吗？倒车呢？倒就是倒，把斗给倒下来呢？这个就是用于那些宽，就宽广的宽敞的地区域做地面找平，还有户外是吗？用这些。这个也可以用于很多人这种材料运输是吧？运材料，材料运输。How many kilograms can load?